万字节。万字节也叫水手十字节，是将一条绳子打两个相反的单节。中间的圈从两边拉出，调整绳环，就完成了。万字节由同心节演变而成，是中国节中一种象征好运的装饰性绳结，编制吉祥事物时经常使用，象征着万事如意，福寿万代。